王丽因为误会甘哲出轨而离家出走，他们的婚姻是否能够挽回？文玉得知自己胎儿不稳，却坚持不肯放弃事业和学业，他和俊强的关系是否会再次陷入僵局？街坊纷纷得知甘哲被诈骗，他以为是侯赛雷说出来的，两人是否会因此决裂？亲家冤家做头家，星期五上午11:30，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学习选看。本节目是由以下机构携手合作带给您。